酒量怎么样？还行，能喝点儿。这一点儿是多少？啤酒的话，一瓶、两瓶、三瓶、四瓶。可以。白酒呢？一杯、两杯、三杯、四杯。可以了，可以一直喝，够用了。是这样，你跟我当个托，演我的这个公关经理，主要是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。这样，你替我喝酒。 我替你找人，怎么样？成交。跟我来。我是左总公司的公关经理，我叫做林小盼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来迟了，我先自罚一壶啊。可以啊，喝呀，喝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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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那个杜总，哎，我敬你一壶，谢谢谢谢，前途无量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小潘，哎，谢谢啊，来来来，快，吃口菜，哎，吃口菜，吃口菜，差不多了。那个，各位老总，俗话说得好，这女同志要是能喝呀，咱男同志就不要举杯了。我看今天要不然就。到这儿吧，不行，左总，你得先让我把这一圈打完呢，你就甭管了，今天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今天要陪各位老板把这酒喝透，哈，啊，哎，喝。